事儿。你穿这个衣服啊，肯定好看。花花，干什么嘛？你们那俩子有事没事在这腻歪死吗？哎，腻歪回家，腻歪去。对了，俺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你说天天这么大了，都上幼儿园了，那俩是不是得看看给我要个二胎啦？二胎？哎呀妈，这要个二胎花费太大了，这一胎都好养不起了，要什么二胎？哎呀，那么养个孩子他能花多少钱？妈，那么孩子养出来你管不管啊？妈，孩子生出来你也就能给俺养个小，长大了买房买车结婚，这都得花钱啊，俺哪有钱？你说那咋家玩意儿哈，那平常人那少花罐，那少买件衣服，那少吃点，那不就生出来了，那一个钱不给他咱啊？俺哪没好意生出来，你往我这一生9块9包邮，他的8块5包邮啊。还有啊，那两个儿又在这里腻歪的功夫，那么恁哪能出去找个活干干？今天不是星期天吗？就是嘛，姐，俺没上班，一直有活干嘛。哎呀，别说恁俩那个活了啊，一月8万块钱，那还10万分都不够啊！你说年轻人哪有和恁这么来的呀？反正不要二胎，养不起。要不起，要不这么样吧，那怎么样？那要不那养个儿呢？我去给你买套房，养个闺女吧，我给你买一辆车，你看行不行？妈，金呢？金呢？你得耍狠活啊！啊，是说是说，咱俩要干什么去？回家生二胎。这是啊，这样那行吗？行行行，装得像点啊，不太大了，行吧，喝得算反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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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叫你老是不答应啊？那什么事儿？俺今天去做 B 超了。那孩子健康不健康？健康，妈特别健康啊，健康健康。妈，健康是健康，不过听医生说的，好像坏了个怪物啊。啊？真的？3个头，6个胳膊，6条腿啊！儿啊，你快别吓唬我哈！他哪能是个怪物呢？妈，你别听他瞎吆喝，我这怀了个闪宝胎。闪宝胎？哎，好，挺好的。不过，妈，你到时候能看过来，再闪过来。我哪能看不过来？哎，左腿拄一个，右腿拄一个。回来我得搏一搏，能开过来。这要是生3个男孩怎么办啊？老公啊，3个男孩更好。这妈当时说了，1个男孩1套房，这3个这就3套房。那要是3个女孩呢？那就是3辆车呗。对不妈？是吧？我可没想过这样的话啊。妈。当时你这都是亲口答应的。没有，我没说这种话。再说了，你说恁这要是怀了一个，我能给恁买一套房？恁这一下怀了3个，
我上哪去给你弄这么些菜去啊？妈，你怎么样？你这就不地道了哈？你还不承认了是吗？反正你驴钱，这是当时你答应的，你要反悔，俺、啊、就不要了。不要了。哎，还不要了？你现在怀也怀上了，你说不要就不要呢？妈，俺就知道你能这么说，拿出来看看。噔噔噔噔。Hello, it's me. 啊，那谁呀？好了，俺的任务完成了，俺得走了，妈。拜拜。